Hello, L Beauty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Nine。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ne 的刘雨欣。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ne 成员于舒欣。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ne 的谢可寅 Shaking。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ne 卢克然。今日的唇色我涂的是阿玛尼405色号，是的。我是阿玛尼208日出奶橘。我是阿玛尼几只蝶涂的，我忘记了。我涂的是他们最新系列威尼斯系列的两只，我也忘记色号了。我也是最新系列威尼斯的系列的。行吧。爱听的歌，我可能听，还是听一些比较偏 hip hop 的，然后要不然就是非常轻音乐类，适合休息。我只听到米和斯芬克斯，讲真，因为我要练舞。最近我会就是强迫大家去听我新出的那个跟讲个笑话和翅膀。最近会听一点，也是就是比较偏 hip hop 一点的。我喜欢买很多一堆东西，然后美妆的话雪儿研究的比较多。他不是研究，他就是都自己买来用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是什么都喜欢听他买的衣服什么的。灵感和动力来自于生活。具体是就是每个阶段的心境吧，然后把一些平常不会说的话写进作品里面，包括舞台的作品里面，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吧。想要挑战一下，学习一下架子鼓，包括比如说贝斯啊，这些其实都是我想要去精进的，包括编曲。对，我最喜欢红发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当你红发要去染黑的话，我天，就一定要漂，我都不知道这个点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去把红发，然后呢，我想染黑，他们就帮我给先盖了一层绿色什么的，就特别难弄。染黑了，对，可能是因为你还要就是染黑了。哎，弄我还要弄黄，反正就是还挺麻烦的，染红发要慎重。我一直想挑战一下银发、白发那种就很漂亮的那种偏浅一点的颜色，但是呢，那个一定要很瘦的人去弄才好看，不然胖胖就怪怪怪的。等我瘦下来吧。还没有嘞，就是减肥。然后呢，对于每一个角色我都是其实是要去考虑一下的，因为我本人是比较，你知道，就比较浮夸，但是每那个角色来说的话还是需要收着很多的。就是得去分析分析剧本啊，然后看里面角色是怎么样的，收一点眼吧。眼妆的小诀窍的话，我觉得是睫毛吧。睫毛一定要翘啊，够翘够长。就是不管你是混血还是什么，如果你不管贴得很浓还是淡淡的贴，睫毛一定要够翘，不然你白贴侧面看垂直的90度有什么用，是吧？大家看到的我不一定是全部的我，但是我保证的是大家看见的我就一定是真实的我。那你真的是蛮搞笑的。我一开始在节目里面，他坐我旁边就非常巧，他一直说你是不是弹唱歌手，又穿一身白。对，就是他蛮带动气氛的，跟星星一样，像那种会弹钢琴在旁边一边流眼泪一边唱啊，其实还好啊，就觉得就是大家就比较让着我吧，也没有说欺负大家。对，只能说谢肯定玩游戏太菜了，就没办法。玩游戏现在可以，但是因为有运动员，你现在可以打。也没有团期吧，就是反正就是感觉平时大家互相之间关系也很好，然后开玩笑也我们也不会生气的，然后。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就比较认真。我护肤，我说实话，我超级不爱护肤。我护肤就是特别就是粗糙，但是我化妆的话非常的精致，就没有什么护肤的技巧，真的。